六岁跟住妈妈学习剪纸，而家要40几年啦。因为生意呢，中国人呢讲个红彤彤的，所以都要用红色的纸会剪出来，各种各样祝福的书啊，好芋头。因为剪纸是代表一种智慧，你那些纸呢就代表你下一代呢生出个 BB 会聪明点。